你喝过最贵的矿泉水是什么呢？你敢想象吗？如今就连最普通的矿泉水也开始逐渐内卷起来，价格一个比一个高，而且高得极为离谱，有的甚至一瓶售价就达到了60万。它到底是怎么一款矿泉水呢？下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下全世界最贵的10种矿泉水，看看你喝得起哪几种。第一种，比佛利山庄 90H20。这款水号称全球最贵的矿泉水，其水源采自北洛杉矶山脉的天然水源，其制成的矿泉水曾被专业品水师赞誉，口感柔顺，入口回味无穷，还因此还多次荣获过世界最佳矿泉水大奖，大概也是甚多的头衔，使其有底气一瓶标价10万美金，折合人民币68万，相当于不少二三线城市的一套房。为了能衬得上这个价格，他们还在瓶身中下足了功夫，在瓶盖上镶嵌了600颗白钻以及250颗黑钻装饰，购买一瓶还会附赠4个高级水晶玻璃杯。第二种，夸迪克里斯塔洛 Tributo 莫迪利亚尼。这款矿泉水的水源来自法国或者斐济，口感水质极佳，售价约6万美元左右，折算成人民币有40多万，但若是水可能还不足以标这么高的价格。据了解，这款水的瓶身由著名设计师亲自量身定制，设计的尤为独特，瓶体由纯金或银打造而成，部分还特意做成了磨砂状，水中也放入了5毫克的金粉或银粉，瓶子也配备了皮套，整体极为奢华，即使买回去不喝，但是作为艺术品摆放在家中也是不错的选择。第三种， Exalza Gold， 中文译为黄金粒天使。这种矿泉水瓶身也是用 24K 金打造而成，市场价约24000美金，其水质是经过特殊的蒸馏法制取，成品中还会加入从纯黄金萃取出来的特殊物质，但由于这种特殊物质和水会发生作用，因此从面上看完全看不出任何放了黄金的痕迹。据说这款水还有舒压抗老的作用，被誉为矿泉水中法拉利。第四种，考奈尼加瑞。这款矿泉水的水源来自几千米深的夏威夷海域，经过复杂的优化工艺最终制成的，售价在402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约2720元，据说经常饮用，还有美容养颜的作用，因此这款水也深受女性喜爱，不过它也并不是一般人能够买得起的。第五种， Philco， 这是一款来自日本神户地区的低硬度天然矿泉水，它由当地名贵华丽的婚纱店特别授权定制，其瓶身的双花装饰图案是由施华洛世奇水晶和贵金属涂层完美结合而成，瓶身延展为天使翅膀，就连瓶盖也是采用精美的皇冠形，精美中带点艺术，艺术中带着贵气。这款水在高端矿泉水中知名度相对高，其定价只有100美金，而且每个月限售500瓶，虽然价格不算便宜，但也仍有不少人会为它的颜值买单。第六种， Soft 矿泉水。这款水源自世界最纯净的矿泉水中，所含的矿物质都是纯天然，并不是通过过滤或人工添加来的，因此它也有世界上最干净的水之称。它的价格在90美金左右，价格算不上便宜，但瓶身也是极简为主，是比尔盖茨最爱喝的水。第七种， 10,000 BC， 中文译为史前10000年，但是它的名字就能知道这种水来历不简单。这种矿泉水非常古老，取自冰库中长达10000年之久的原水，纯度很高，喝起来十分甘甜，但其售价也仅有14美金左右，折合人民币不足100元。不过和我们日常喝的一两块矿泉水相比，以上无论提到的哪种矿泉水基本都算得上是天价。不知道以上的水中大家都能喝得起哪几种呢？若是你会为天价矿泉水买单吗？